亚洲百大 DJ Soda， 拥有超高人气，被封为韩国性感女神，在 IG 上拥有逾526万名粉丝。 DJ Soda 2023年已经数次来台，9月底才刚替乐天桃园开球的她，近日再次现身台北，掀起粉丝暴动。 DJ Soda 10日在 IG 上晒出一段以101大楼为背景的热舞影片，表情动作都相当可爱，吸引粉丝疯狂朝圣点阅。没想到11日他再次分享与多位职棒啦啦队成员一起玩的影片，画面中可见他和 T-Wendy、林丹等人一起拍摄疯狂的搞怪影片，众人不顾形象乱舞，气氛热闹欢乐。 DJ Soda 也在贴文中写下 Soda loves Taiwan girls， 让 Wendy 在下方留言回应很高兴一起拍影片，真是太荣幸了。而林丹则说好疯狂 love Sod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